鲍鱼猫眼螺一锅炖，昨天也做了这样的一盘，太好吃了。这个都是每天发货啊，就剩几个，都让我拿来吃了。嗯，反正我一吃这个鲍鱼，就脑子里就一个词，就是膘肥肉厚。这大鲍鱼吃起来太过瘾了，把它黑膜刷干净，然后用水抹一下再炒。这后面是它的内脏，不要吃啊，把它抠掉。还有猫眼螺，猫眼螺呢，就是前面的这块肉比较有嚼劲，如果用高压锅煮一遍的话，就更好吃了，好咬。这个鲍鱼每年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的肥，一年到头都有，而现在很肥。而且呢，鲍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鲜。现在呢，最关键是什么？价格便宜啊，158呢，20只还包邮。我是非常强烈建议大家来一份的啊，因为这个老少皆宜啊，孕妇都可以吃的。经常吃鲍鱼啊、海参啊这些海鲜，就增强身体的免疫力，很好。哎呀，真肥！这猫眼螺超香的。这个鲍鱼呢是一斤7-8个头的啊，你们可以去你们当地的，如果有水产市场，去当地去看一下啊，7-8个头鲍鱼都多少钱一个？然后我们是15820只，然后这个鲜活发货的猫眼螺呢是99.3斤啊，大个头的，一斤7-8个、8-9个的大个头的。